现在谁还在车里喷香水啊？太 out 了！现在全都是这个，咱们只要把它往车里一放，只要你一打开车门，你就能闻到一股香味，淡淡的很舒服，打开就散发出诱人的淡淡香气。高泡玻璃瓶的设计简单大气，专业调香师调制专属香味，清香不浓烈不刺鼻。它是这种精油香薰，颜值超高，香味持久，而且这个是宝宝和孕妈都可以闻的。男生车里用经典古龙和浪漫邂逅，瞬间提升品味，香味不复杂却很有层次。刚闻到的时候有一种山谷里刚刚打磨出木屑的味道，非常放松，由内而外散发着成功男士的气质。女生使用淡雅的栀子和清甜的茉莉香，前调清香淡雅又不是花粉花的香气，后调更像是烟雨蒙蒙的大自然，充满浪漫的气息，特别有温馨感。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车是唯一属于自己的空间，一打开车闻到喜欢的香味，看到自己挑选的精美装饰，心情不自觉地变好。这款香薰除了是客厅、卫生间，还是卧室和衣柜都可以放，淡淡的香味真的很好闻，谁又能拒绝车里家里每天都是香香的？心动不如行动，买两瓶更划算。